我给他那个送货费，他还都没收。嗯，我家比较忙，我以为他要送货费。他只要送的。哎呀，我挺不错的。哎呀，今天你如果有需要跟我说好，他反正送一趟都是一趟。我只要能够保证他的下午。好呀，我说最喜欢吃他的那个鱼香肉丝。我觉得吃到这里，我觉得他的鱼香肉丝是最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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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我本来想买两份的，你们怎么样？没送的吗？我们就捡着你的食物，我老公抓不死他。在我在上海，我也捡球不着。我买过一回，他们俩都不吃，他们觉得滑溜溜的。在上海所谓这就鱼，对，油面筋，油面筋是塞肉，我老公也不吃。鱼面筋一般是烧蘑菇、韭菜、香菇之类的，哎呀，所以我们那个，但是我们老板说好吃，肉的辣椒，肉的辣椒，肉的肉也行。这个辣椒好吃吗？我们买过。那应该都老公吃吧？没有，我在这吃啊。本来就八两就麻烦辣肉，他也没说是瘦辣椒。对，因为上回你也说他烤鸭好吃，我就问另外一个朋友，他原来也帮我带的嘛，哎呀。哎，他说他烤鸭也好吃，但是他有时候就酱料会不齐。他说有些人喜欢吃里面熟的，那我说幸亏好，上次都没想到，他上次他好，他也蛮好的，没想到。这样发软了。这个现在是剩菜剩面。对啊，你那是烧菜，我觉得每天我都要烧菇的。前几天他们出去了，我不用烧还好。我不用自己烧，昨天他们回来我也没烧，然后他们还说我什么时候烧什么好吃的，我说真不会了，就这几样，爱吃吃，不爱吃也没办法。哎呀，回来路上就问我烧什么好吃的，哎呀我的妈呀，你不要问好不好吃，反正就是酱牛肉，这么炒青菜，反正就随便弄的。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他们保证一点半送的都没有。好呀，好呀。好，我下次跟他说，如果你保证一点半送我，我也订。如果、啊、如果他送不了，我就把就要取消吧。我最晚两点，我没有，实际上我两点，后来我没有四十秒就进来了，所以他一定要一点半之前不送的。我万一要拿走。哦，那是。因为他今天很早就一点，他就爽一把嘛呀。哦，是吧？好呀，好呀，谢谢谢谢，我去 Costco 加个油，就没有了。好，打好你自己的票。
你接着好像。哎呦，到零六了。哎呀，我的，这个冲上来跳，这个好，这个先把它跳。哎呀，稍微稍微我的，然后就走神了。你这老师打到我的射子出来，我的老师动了。
哎呦，让大家知道我快了吧？哎呦，气死了！一，呀，一。
哎呦！输这么多，没心机打了。对呀、啊。好球！哎呀，那周打打要用力才行，不用力。